家中好。哎，这不是我公司发的福利吗？怎么就一桶啊？没错啊，就是发一桶龙啊。行，我知道了，狗经理，咱公司的福利是不是一人一箱牛肉小面？对啊，家总。那保洁君君为什么只有一桶啊？啊，还有这事儿？那肯定是发错人了吧？那你去核实一下，如果搞错了，尽快给人补上。哎，好嘞，家总。家总，我能不能不要这一桶啊？哎，这不是公司给你发的福利吗？可是，是你到家总那告的状是吧？你个死扫垃圾的，给你发一桶就不错了，下月从你工资里扣五百二。可是狗经理说这桶牛肉小面要五百二呢，我还是不要了吧。这是公司的福利，每人一箱。这个牛肉小面啊，你去吃到，别的东西，你真是挺好吃。这个牛肉小面看起来是挺好吃的，但我还是不要了。你就放心拿着吧，不会扣你工资的。狗经理，你也是从公司基层做起来的吧？当了领导你就比谁高贵了吗？这一点道理你都不懂，明天你不用来了。